的什么歌呢？没点毛病，谁听二手玫瑰啊？龙吟一句话霸气回应质疑声。在音乐合伙人上，梁龙唱了一首《景龙的箫》，获得了合伙人的认可，但也依旧被惨遭质疑，质疑他们乐队是在哗众取宠，讨好市场。然后包括我的装扮，他们会认为这在哗众取宠，是一个在讨好市场的一个乐队，连个 live house 都没有，连个音乐节都没有。当时摇滚乐没有市场，我讨好的是哪块市场呢？明明他们只是个摇滚乐队，但却要加个唢呐，也是整个舞台非常的疯魔，让很多人都不能理解。直到主持人在台上问起了龙仪，龙仪的回答也让台下的观众心疼不已。后来可能所谓的民乐的介入，包括乐队形式，他们有点开玩笑说我们是东北婚丧嫁娶乐队。一个摇滚乐队怎么会有唢呐？说你们是二人转摇滚。在二手玫瑰组队22年的时间里，他们的乐队就从来没有停息过质疑的声音，使龙仪也非常的不解。明明自己只是保持自己的初衷，但为何就是不被众人所理解？可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00后开始听二手玫瑰的歌后，所谓质疑的声音依然有，但龙仪却不再放在心上，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他只是在保持初衷，从未变过。而他的乐队也被粉丝亲切地称为没点毛病谁听二手玫瑰，但这个玩笑话并没有让龙仪生气，反而让他非常的喜欢。也正是龙仪的洒脱，让更多粉丝越来越喜欢二手玫瑰。一个包子引发的摇滚教母，龙仪说出当年辛酸发家史。1999年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，他们给每个月发20个包子，但歌迷都没有发，因为我们是农村区的乐队。二手玫瑰之所以走上如今的风格路线，完全是因为一个包子引发的血案。当时刚组建不久的二手玫瑰乐队在参加商演时，因为咖位小而被主办方忽视，没有领到盒饭。龙仪的个性刚烈，一气之下带着乐队成员下馆子喝酒。我就走到门口去喝酒，喝闷酒，喝完之后回来之后，我就当时跟我这哥三个说，我说我们今天晚上要把所有的乐队全都废掉。在下午的演出前，他借了姑娘的化妆品在脸上一顿狂抹，画了一个妖艳烂俗的媒婆妆。上台后他以挑衅的口吻说，大哥你玩摇滚玩他有啥用。随后乐器中的流氓唢呐一响，燃爆全场，二手玫瑰乐队也因此一战成名。看那艺术像个天生的哑巴，他必须想出别的办法说话、说话、而也就是这一歌成名，二手玫瑰的音乐和表演风格也在摇滚圈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有不少网友认为他们的表演过于低俗，不符合摇滚精神，而龙仪也承认这样的行为势必会带来巨大的质疑。其实有点哗众取宠，但是没有方式，我们就以最土的方式，找一个女孩随便借点化妆品，勾不勾不上台。但他们的音乐和表演风格也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